为心世界，大地风水。九桃边啊，这修行正果的较多。那么那个普陀山观音菩萨，为什么都弄石头？其实为什么那个都石地九庙东来的观音呢？啊，就告诉我们呢，那是石头了，是吧？那法就是讲比较干净破利，啊，干净利落。那么你要要找一个所在有石头的所在呢？石头真多嘞，你得注意一下有黑啦。你要注意一下，有些道场有穴，不是开始结穴啊。边啊那么石头，赶紧在到处石头了，包几粒石头啦，一个石头，一个道场。好，一叫那里，普贤菩萨，啊是这里好多文殊菩萨，现在这些菩萨一路坐石头顶，啊坐个真逍遥，啊坐个真逍遥，阿明啊想逍遥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哪一个菩萨都坐呢，一路很逍遥，对不对？能够很逍遥自在吧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每家石头都有道场，每个石头都有道场，啊，一个石头都是一个大莲台，莲台也是莲子，嘛是莲记，那石头你要看哦，卸在那里，你看石头卸，石头拢往些所在，就告诉我们卸在那里，告诉我们卸在那里，都假假讲话，这石头向家。在九堂嘛，那向家，在九堂往这边，那大石头嘞，你嘛往这边冲，这石头你嘛，这嘛往这边冲，桃子姐姐的桃子家，好，啊这弟弟嘞就往这边冲，啊这边呢，九堂这边的阴影，啊为什么它会这样呢？这石头将将比较向这边，那普通嘞要进去一点按住拉，好，我这样接着一卡，这个是脚这样来，然后就往里面来，啊这边呢为什么跌了呢？你玩过来，我们这边是平的，啊，那块就酷些啊，放来打拳，啊，打拳这样来，基本都白嘛，啊，这边都凸出来哇，接着听你看，哇，哦，你们要看石头啊，啊，怎样行啊？十八罗汉拳，啊，达摩大师怕，干了怕那里滚了，十八罗汉滚，弄起九条心，哦，这朝拜观音嘛，哦，罗汉拜观音了，接着罗汉拜观音，啊呢，有没有？你看快点。罗汉拜观音，这里行啊，哦，啊，困难啦。那么那一个石头，你要接，好像石狮状样，黑马石龙，你要接，点头要接，黑的吼，黑的龙看了看嘛，是拜观音，也是拜观音，啊，想入那个九桃，马是拜观音。他因为你以拜观音，就叫出名。那么这里然后把它整理像一个黑黑的铺的水平起来，那个也是等于你以药龙门起来。天马是第一药龙门去，跳的一跳就这边过来这边啊，好啊，那么最右边那一个嘞，右边那个石头是什么呢？我讲啊，后面那边修管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错。那边管呢，但是一细杆的必为硬，一细杆一波拖尖出来，不然那个好拉扫出来嘞，好、啊、他就不他一直没凶，啊，你跳没去都必硬啊硬，好、啊，在这个道场呢。你这种修行是想好，哦，你这种修行想好些，哦，所以这个地点的、啊、哈，大概嘞，啊，你又有那名堂，啊，你大师兄接一下九桃嘞，啊，做的是也是一样，往里面拜观音，好、啊，那么到一个大名堂有没有？好、啊，一个大名堂去，好、啊，那么整个的穴嘞就在里面了，啊，那当然你要看看后边，
我们就可以到等一下到最上面哈、哦，拜菩萨的时啊哈，咱再来面顶看，哈、哦，再来看嘞哈、哦，你就发觉嘞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来哈、哦，有足的不可思议的耶，含那边石头你来去看，等下你家己去说，谢谢看是不是说，都是个向着朝着这个观音家来，哈、哦，你去看，以后嘞，你们如果有碰到。那你要说要帮人点这些道场的时啊，看到石头所在，你就要停下来啊！哈，见水则止啊！哈，见水则止，水啊，你行见水则止，见死什么？见着什么？见着的你就要停的啊！见到这么多石头，你就要停啊！你要注意啊！天机告诉你，你伫这个所在了哈，已经有天机，有一个护法者，石头顶拢夹着护法者的。所以一个石头一尊人啊，一个石头的一尊人啊，啊，就是一个就是莲台，莲上那个菩萨了，啊，明天弄解菩萨，啊，个解如来，啊，这就是嘞。所以见水你水加行，行了呀，你找龙穴水啊，哎，水就水就停了呀，你怎么见水则止，啊，止你就不要前进了啦，一个水北追啦，穴就在水的这一边啦。不是在水的那一方啦、啊，是水的这一边啦、啊。好、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见石头你就要停，爱停哎。啊，因为为什么爱停？人一直停一下，你会遭上金门戏哦。对，那人家石头一直我坐在家，你在嘴一，那倒是一直笑你们而已嘛。切哇、啊，你都要无地位。我的姐姐告诉你们，你要停啊，你为什么口口都没装对？哦，所以九桃一卯十线，九桃卯十线啊。好来，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哈。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跨了九桃也实现，跨是不是这东向就别？所以我停了一下。到了观音菩萨后边哈，咱直接和观音菩萨给咱拖。好，到了观音菩萨拖了哈。那么这个地点呢、啊，我刚刚老师这没有靠。好，湖水莲花了哈，莲花穴了哈。广山老塔。啊，莲花穴哈、哦，本来就不必有什么靠，莲花了就不必有什么靠，但是一个两边爱管，龙爱高。刚才师兄了哈，说啊，老师是会不会太逼？好、啊，这个莲花穴的、啊、到处都有石头顶住，先不会逼啊。好、啊，这个这是不会逼，还很远呢，还很远呢。好、哦，好、嗯，这个哈、啊，这个石头为靠山。这个石头为靠山，啊，那么右边呢，靠山的虎边呐、啊，虎边也有一个石头，有没有？虎砂，黄色的，啊，右皮石头这个黄色的，马是过条的，这个起点就是起点，起点呢，这个石头的气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呢？这九桃的气从哪里来？对对，叫呗。好，先告诉各位家人哈，在这里都云南白药哈、哦，这哪高血压、高血压了，慢耐哈，嘎嘎的。怕米产米在吃，吃回家高血压都别个吃。云南白药啊，嘿，云南白药嘛，嘿嘿，对，哦，嘿，慢来吼，慢来叫做，加汁，好，慢来加汁的吼，啊，加加嘞，含米在吃，高血压吃回家，阿摆都别个吃。你们去试看看，一定有效的，好，一定有效，好，那么胃不好嘞。胃肠不好，胃啊，肠胃出血呢，这前些日他骨来补一下，啊，阿伯胃出血就好呀。好，这有一个秘方啊。那么这个石头的气啊，对对来呢，石头对对起呢，对治疗应该来治疗。但是这石头伊嘛过而已，这边低嘛，这边低，所以低了这边虎砂伊也过掉啊，足奇怪了，这虎砂过掉这边吐管去，一正面吐等卡。他拖拖等等嘞，一挂挂扁扁串，气的从你们这里来，对接的来，骨不离肉，骨不离肉，啊肉嘞，这几对面就爬到来，对面顶起嘞，想管他烤到来，对接嘛的气不起来，接嘞嘞，对接的接情况下嘞，就要烤来，烤对接来，烤对接来，啊这边换过来是啊，接着爱动掉呀，这这边转弯的所在一定要动，好吧，一定叫风扇。叫风刷嘞，所以也懂，啊，很自然的，那边的风刷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遐真的石头，伊就开始割，割这里啊，
过这个气卖叫刷掉，过这个气也卖不刷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那哪个家一早给起来，直接来，今年挺对的，哈，叠线叠在这里，道场的中心里啊，好、哦，那爱看，黑得行，好、哦，众山最高唯我独低，好、哦，众山最低啊唯我独高，好、哦，这边呢，众山之高，一管唯我独低，好、哦，那么主要的龙脉两面一行的时啊。一定爱有其他的人来甲顾，这边就是周围的兵将、兵甲将，拢过来侍卫。侍卫开始来甲，哦，头家要怎么来要停了？吼、哦，迄边就徛条条啊，迄边就徛几条条啊。那像总统，伊咧，即摆伊总统要演讲，吼、哦，第二来来啊，伊这边一定足侪人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啊，伊就要来遮，坐伫遮演讲啊。哦，这形状咧吼，不离咧，这里好多。啊，那生活的就好。那么到这里上来呢，这边呢，九号是直线梁啊，这边九号直线梁，好，再高起来，要弯过来所在一定细梁。如果弯过来再大梁的呢，这客梁都紧接了，好，那那就先低头回，先低头回就接袂到啊，哦，一直无啥，好你看，加几万，再关起来，它都接了，一直都弯过来，所以叫侬接侬细梁接啊。几条，他能弯过来捉住仔，捉住又捉住仔就过来。好，听懂吗？好，听懂不懂？懂、嗯。好、嗯嗯。对。那相对的，我们田园景观，好、哦，我们田园景观呢，那哎，我要写都过来，要写写过来写，里面你不要摆大石头，大石头切掉呀，没听到？你外面可以摆大石头，五栏哦，五栏。好、哦，啊是龙山要弯过来，龙要弯过来，你外面有两几条大的石头，有大的石头的，内底你细的石头，内底佫袂使无石头，还要外面有一颗两颗石头大，哦，增加力，嚯、哦，那就有啊。这个三分风水七分坐，平阳之中啊，可作穴啦，好、哦，边阳啦，阳作穴，好吧，可以做这个穴，穴呢你都听。景观来这里，你出来这里用做黑的，做成一个太极也可以，好吧？你老用的，你家己跨过来用到来只看，加看几届，你就会悟到讲，哎，做地方是好地理。庭院景观呢，阿伯呢，各位要学习庭院景观呢，我建议你都爱来只学，来只看，这最自然的庭院景观，最自然的庭院景观的教学物件底下，好吧？还是在找其他的景观的。我看日本，那个三千院，现在景观的做得很好，那自然石头一叫那子做得比较，哎，在做的做在最好的在哪里？仙佛寺啊，他讲阿罗佛，那么你真是怎么可以上课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可以告诉周围的，然后表示我们大家哎了解这个法则，好，那个对，能够把大自然的法则哈。把它认识它，一半烂，烂半一，好、哦，大家就知心呢，那么这个在这里呢，摩擦掉，啊，这八卦地条呢，哦，摩擦掉，还好了，它这个八卦呢，这八卦行了，好、哦，但是也是八卦了，哈、哦，哎，你们那边走开一点，阿斌你要走到边的，哎，到姑娘那边的，啊。啊，加石头就后天白，你们看看这边，好、啊、这边没酒头吧，哈、啊，这大，没酒，真嫩嘛，这边是浑软嘛，哈、啊，啊这边真嫩啊，这边浑软哇，啊阿边还是小花边嘞，仙人掌边啊，嘿，嗯，好了，卫生纸给他，谢谢，好、啊，仙人掌这大方嫩嘛，对吧？弄软的嘛，这样嫩的嘛，啊，那么你们看气从哪里下来？这个地方气在哪里？你们告诉我，气从哪里下来？你们告诉我，气从哪里来？气呀、啊！好，啊，你好，你讲讲好啊。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。让学堪舆啊，学风水，学易经啊，好一看，第一要印心。马上验心的，你要了解啊，这个气从哪里来？
你带找的是啊，比三顶神仙摸山走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个逍遥，啊，啊，你唔要找我，看伫倒位去咧。看袂着，我也是伫遐。啊，好，一顶神仙看车道嘛，第一个星座嘛，请星座嘛。好，星座一开始安怎来嘛？气怎么下来嘛？一定离不开五行的生化，离不开五行的生化，啊。上面呢，这个形状呢，是属于什么星？上面，火星。那本书你们没有带来啊？啊，地形的书啊。火星啊。还有呢？不是用是不是，直接什么星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往那边摸嘛，对不对？哎。还有呢，土星呢、啊？还有呢？倒地木怎么会在刻石头呢？倒地木来一点刻石头嘛？好，刻石头那刻个呀？土星，土星。啊。哎，轰的吹叫是叫。啊，好嘛，今天哪本书有带来？带金星，好、啊，脾星带辅星，啊，辅星带木星，啊。如果一论这个形啊，哈，后面这个形啊，它是好几个三形所结合起来啦。那边是贪狼，这边是九桃呀，相反的呀。奇怪的呀，那是贪狼星。好、啊，贪狼带的这个是金星，贪带星本来就有相克。啊，这里就基本金星贪带星就有相克。啊，那么相克里面呢就有辅星，那么这里的穴啦，它是从这个最高两个石头中间那个高高那个落下来，石头那个没有落脉，石头那边东西。左辅右脾，左辅右脾，相传将将那个啊，就往那个下来，那个是啊，带着金，啊，带着金的意义的金星，这金水相生，金水一直落下来，金生水一直落下来，落到平原来，这个气从哪里过来？气从哪里？包括完了，哇，又挖过来哇，有没有？一直挖过来哇，挖过来，好、啊，这么气的。这些仙人掌，这种挖你这里来，所有拐你这里过来，拐你这里来，拐来这种气在那里，你们要看地面呢，它会有显示，气在左呢，一缩在越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头发边的，哇，这边的头是从这里过，边的都跟这奇怪像一缩挖的一样，哇，告诉你们往那边走啦。啊，这下去啦，这下去啦。那像那现在银行啊，这写的那支啊，这写那个啊，拖来拖来啊，方向，你要写自己多少写哇？这个仙人掌，好、哦，一直写这个气，啊、哦，周气啊，走啊，这下这落到我走到后面李师兄家，好、哦，就接着来，好、哦，就接着写接着过来，气下来。那么这气到底是在外或者在内呢？啊，你们到底是在外或在内？啊，为什么在外？好、哦，石头挡回来，好、哦，好了，那么就在外。那么你怎么证明是在外？两那边。啊，对。啊，证明的哈、哦，怎么它是在外，不在内？下面的叶子往前面走。哪里？这里的叶子往这边走，这边叶子往这边走，从上去挡回来，从这里去，则一个送，一个相迎，一个迎气，这个一个转回来，这转回来是迎接，修迎。你这个皇帝呢，还是王爷要出巡呐？你有人载出去，一定要有人迎接，好吗？而如果没有人迎接的，就像慈禧太后的往西行，好、哦，慈禧太后啊。啊，刚刚去走的时候，去走路的时候，直直去，都拢无人迎接。好、啊，那么
就是一个人要进出去啊，要抬出去也是进去出去的，没有迎接，这里有迎接，这迎接，就告诉气就往这边走，第一个是对的。那么说，为什么在内一个在外？是在内或是在外？你们量看看是做什么卦？这前世要八卦问题啊，大卦，大卦前世什么卦？量一量，哎，罗根啊。啊，巽卦，啊，就巽卦来，啊，巽卦是江东卦，是江西卦，巽卦，啊，是江东卦或是江西卦，巽啊，江东卦，江东卦，好，巽卦是江东卦，那么气势我要往哪边走？啊，往右边，江东卦，江东卦是不是往这边走？哈、啊，江东卦的气，啊，江西卦，它就往这边走，江西卦的气是往西走，江东卦的气就往东走，懂吗？你们这段的，哎，你想的，哎，加一条，好、哦，江东卦来的，啊，这不这么像是什么像？你这个什么像？南北啊，利寿大川呐、啊，这生死河，这蛇西河，这利寿大川。好，那么江东江西卦哈，江东卦来，你就得，你就往江东去找他的气，一些蛇呢来啊，那么气就是对这边过来，这边是照道理的，一点爱有碰，那无碰，那么这气的是开大面出来，这气的就借这个石头，好，就借就好。石头这么气啊，这个气哈、啊，你们可以量看看，量看看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跟这方向是不是也是和它的同向？你画吗？罗汉画来，罗汉，你画吗？啊，这个也是巽辰三序啊，辰三序象啊，也是一样啊，辰序同样这个的，那表示呢，这个气的哈。啊，说到这边来，这气怎么说滑呢？这气怎么说滑？啊，你们注意看哦，哎，你这阿伯吼，人啊，这请哎呀，师傅啊，我要去一间道场，拜托你讲下咧，你爱叫你讲我着，若要欠着吼，人开过来，开过来，哎个搞错了吼，罪过